大家好，我是徐广彤。上一期啊，我们提到纹种金鱼的尾巴也有一部分是三尾。三尾的纹种鱼典型鱼种是日本的土佐金鱼。这种鱼的尾巴呀，不但超级长、超级宽，而且向上翻翘。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金鱼的时候，眼睛瞬间就睁大了。为了表达强烈的惊艳，我脱口而出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请自行脑补。土佐金鱼的尾巴呢，猛一看跟中国的纹种蝶尾有点类似，细看之下你会发现四片尾叶的中间两片是连在一起的，这就变成了三叶尾，简称三尾。只有三尾和四尾的金鱼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金鱼。那有人又奇怪了，金鱼要这么多尾巴干什么呀？我们下期解密。